全台特色公园在林口，不同于一般的公园，这些特色公园除了能让小孩嗨翻天的设施之外，在造型上可说是白有用心。从捷运造型的溜滑梯到小熊图案的青青草原，无论大人小孩都能超 happy。 乐活公园以捷运为主题的特色公园，有超高的巨大溜滑梯，捷运车厢的外观超吸睛，内部的乘车把手也有做出，真的超细致，每到假日总是满满人潮，家长们不用再绞尽脑汁思考要带小孩去哪放电梯的。 Run 读员 Go 明星 IG， 连售票口跟便利商店都有，真的超逗趣的。读员 JIWEI1979RG 一品公园，这里有超长的溜索，是孩子们超爱的设施。小小的一品公园却有大大的乐趣，多项游乐设施中这款最热门，切记玩溜索时一定要等到速度变慢停止才可以放手哦。 Run 读员 Asher.HUIG 小熊公园，以小熊图案为主题，整个公园都能看到可爱小熊的踪迹，当中有许多丰富游乐设施，像是溜滑梯、攀爬网、沙坑等等，别说是小孩子，连大人也能和孩子们玩得开心呢。 Run 读员 CINDYHUNGEERIG 在步道上也能看见可爱的小熊，十分疗愈 Tilda。 Run